两个单人四排，无敌了他俩。我蹲这脚下。这边倒。这补头，助攻有分兄弟。声音。打头了，打头了。 我真服了，倒了一个，对对，还没倒呢，还没给我中，啊，我真鸡巴服了，要倒，还一个，最后一把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右边，正右边，他妈右边开枪了呀，你左边还有吗？右边有啊，哦，那这是左边的吧，来吧。 就是左边的呀，不是，又不是红包局，听错了，真听错了，哎，别压力，哎呦，真不，哎，他们打不了，兄弟们，他们打不了。有没有还有？ 别杀了，别杀了，别杀了！打扰给泄愤。无敌了，我无敌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这么好的状态，队友就老让我去送，兄弟们，赶快给他们来啊！别想了，别想了，我自己跑去送。哎，我真不拉了，我确实是在送。我看错了，帮别让他补。我围墙，围墙能救，三刀。 扫残一个，左边，啊，左边，啊，哇，死了，死了，救我！这个人是个屁呀！不是，你都救起来就不用我了呀，是不是？救起来了吗？刚救起来，0.1秒。我俩直接大炮。 哎，我也不玩了，来看呗，互相看呗，咱就玩。我就玩，玩的很开心。吃红包就。哎，别鸡巴叽呀！我这实力反杀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反应，自信即巅峰。不愧是职业选手，这就是职业玩家跟普通选手的差距，兄弟们。 那我们这怎么？不会让我们断网就行。那可以。随便你们。那些人叫什么？我。我操！妈的，队友那个。干嘛？